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，改编自起点中文网的《大奉打更人》，作者卖报小郎君，演播头头冤、大斌、丸子、小桃红等等等等等，好多主播，后期制作小太阳，欢迎您的订阅。第1255集，古神之力。一旦他们杀了许其安，就彻底入局，只能和我云州绑在一条船上。葛文轩暗想，然后他拱火道：石油首领，忘了告诉你了，那许其安是魏渊的弟子，魏渊最倚重的晚辈。斗篷人低着头，衣袍倏然鼓起，气息高涨。葛文轩接着砍向栾玉：许其安不但是大奉第一武夫，还兼修佛门的金刚神功，一身金刚神邪，即使是比之金刚稍有不如，也差不了太远。栾玉族长，这一个男人可要胜过10万精兵啊。天谷婆婆，许其安体内的国运可是老先生倾尽心血得来的，老先生不在了，您得为他取回来呀。见独孤部首领置身事外，并不热衷，葛文轩心里一动。八戒首领，你可听过花神转世？穿兽皮缝制衣袍的中年人猛地僵住，瞪大眼睛。大周朝的那位花神？葛文轩颔首。许其安有那位花神转世的线索，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位花神应该被他秘密养在某处。当日镇北王妃北上，他这一脉的术士曾撺掇吉利之谷和煮酒劫杀王妃，抢夺花神灵韵。事后王妃不知所踪，但是他们知道是被许清安藏起来了。独孤部首领八戟呼吸粗重起来。花神是花中精灵，对植物有着极强的增幅作用，这种增幅同样对毒草毒果有效。如果能把花神抢回来，天天让他种毒草，毒谷部的族人就能有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极品毒草食用。我现在就去立谷部。披着斗篷的行尸转身，默默地往外走。八戟闻言，随之起身，跟在行尸身后。他已经迫不及待。哎，你们等等我！栾玉扭着小腰，提着裙摆笑吟吟地追上，淳烟捏了捏耳垂的小蛇，沉吟片刻也跟了上去。一道阴影在阳光下一闪而逝，融入淳烟的影子里。天谷婆婆看一眼葛文轩，叹息一声：老身也去凑凑热闹。葛文轩自信一笑，古族七部同气连枝，当他说动三位首领出手时，就不怕其他人反对。古族荣损与共，这是可以利用的点。很多时候必须少数服从多数，别看龙图嘴硬，可当到了这些首领面临生死危机，古族面临大危机时，立古部一样得站出来。哼，许其安，我看你这次如何破局。葛文轩低声说道，身为许平峰弟子，他深谙合纵连横之道。即便是龙图不出手，以六大古族首领的战力足够杀了他，若还不撤，便走下一步计划。哼。葛文轩吐出了一口气，轻飘飘的御风而起，从天井上飞出。准备好了吗？大长老粗糙的手指点在许灵音的后颈。准备什么？许灵音茫然地问道。大长老沉默了一下。你借的少林情绪不要胡思乱想，我要帮你攫取古神之力了。边上的五名长老告诫道，不要想吃的，一定要冷静，放空思绪，不能乱想，专注感受体内的变化。许灵音哦了一声，出发前因为肚子饿，他刚吃完肉羹，现在很满足。
见他答应得如此痛快，长老们面面相觑，脸色凝重，并未放松警惕。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，利古部的族人常常因为忧虑今日或明日的吃食而无法平静下来，这会引起古神之力紊乱，对身体造成破坏。因此每一位族人晋级都需要长辈在旁边帮着梳理古神之力。开始吧，一位长老说道。大长老颔首，点在许灵音脖梗处的手指膨胀粗壮了一圈，许灵音脖梗处稚嫩的肌肤凸显出一只竹节虫的轮廓，那是融入他脊椎里的利骨，丽娜的母骨生出来的子骨。这条子骨受到了大长老杜送的气血之力苏醒过来，他贪婪地吸取着外来的力量。见状，大长老收回手指，但已经苏醒过来的本命骨没有停止吞噬，他开始将目标转为游离在四周的力量。另一边，许七安的瞳孔化作绿色的树瞳，宛如虫类。他看见了所谓的古神之力，那是游离在空气中的黑红色萤火虫，稀薄却醒目。原来利古部吸收的古神之力本质上是古神的气血。许清安恍然大悟，古神的气血之力与武夫的不太一样，贸然摄入会变成怪物，难怪常年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会蜕变成骨。许清安尝试着吸收一些黑红的萤火虫，得出结论，他们无法被武夫直接吸收利用，要么强行容纳变成怪物，要么将他们排出，除非体内拥有利骨。利骨相当于过滤古神毒素的滤器，确认吸收古神气血不会被自身造成危害，许清安走到远处，放开了压制七绝骨的力量，任由它鲸吞般地吸收起周围的古神气血，这样能避免抢夺小豆丁的资源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周围的气血之力越来越少。天才呀，大长老惊呆了，他眼见着许灵音脖梗处的力骨在飞速壮大，顺风顺水，始终没有紊乱的迹象，而且看这架势还没到头，但他摄取的量已经超过其他同骨力骨族人需要的骨神之力，说明这孩子的潜力比他们想象的更大。一位长老纠正道，是史书上都没有记载的天才。他是怎么做到心无杂念的？另一位长老惊艳之余疑惑的喃喃自语，孩子心思单纯，但念头最杂，比成年人还要杂乱，因为他们无法控制天马行空的想象。不知道，所以说我的徒弟是史书上都没有记载的天才啊。又一位长老发表意见，将来我要让孙子娶她。大长老大声发誓，其他长老满脸的警惕和敌意，一番眼神交流后，他们不知不觉拉开距离，眼神变得充满戒备和斗志。这时一位长老转头四顾，周围的古神之力是不是变稀薄了？本集已经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在喜马拉雅搜索头陀渊讲故事，谢谢。